那今天呢，为大家送上的歌曲呢，第一首是一首大家很熟悉的一首 Hokkien 歌，没错，酒榜。啊，那节目的继续呢，为大家送上这首歌，也是早期的一首 Hokkien 歌，没错，来送上这一首歌曲，希望大家同样的会喜欢。为你安排这首叫做《不敌》送给大家，你还要唱酒榜是吧？哦哟，Come on everyone，Let's go。是的，希望大家会喜欢这首歌曲。这首歌应该是在歌台里面呢，比较那个冷门一点的一首歌。那给你给你穿高跟鞋，你啊你跳都跳不在，你想要接住喏？没有啊，我没有跳不在。你刚刚还有点这样，没关系。你说，其实我今天呢不是紧张，不是紧张，我也不只是单单开心，开心。其实我还很兴奋。为什么？真的，因为呢，我是差不多是在歌台，算是在歌台长大的，长大的。对，都那几个月都没有什么歌台的感觉。是。今天晚上歌台的气味很浓厚，很香，很开心，真的。哎呦，除了神明的庇佑，还闻到这个非常这个熟悉的这个味道，就是我们的这个香的香味。哇，这感觉我要高后尾呢。突然间觉得今天我很被波比的感觉。你平时我好跟无安尼溜的咧，啊，今仔你味道会芳味吼，啊，咧煞规个人好跟本好个安尼。对，就在于我发现呢，真的是我们呢非常非常的想念歌台，也非常感谢我们的理事朋友。新加坡很棒的这个歌台文化。对，好，有我们线上的朋友呢，我们就会继续呢有这个机会继续保留这个歌台文化。是。要谢谢我们的非常棒的这个百丽黑莲金的这个啊简妮姐，当然要谢谢李素郎大哥吼，让祝贺你吼，好啊，今天你来个现场吼，哎，我们都知道，我记得在去年的时候呢，也到我们的这个宫去嘛，我们就知道呢，咱的新名啊，咱的李素啊，刚刚爱听福建歌，对，没有错，而且呢，线上其实我看到很多很多的朋友都有点歌啦，那希望呢，我们今天晚。
今天晚上安排的歌曲大家都会喜欢，因为今天我们的工作就是要把我们的怀旧福建金曲送给大家。还有够狼共，今天宝贝姐妹看起来很年轻，应该是讲我而已啦，不是你啦。宝贝姐妹不是讲宝贝小宝 ，OK？ 宝贝姐妹，因为她不知道哪一个是姐姐，哪个是妹妹。对，很容易，最近很容易 ，OK？ 因为他最近也是瘦了，所以我没有办法说肥的是妹妹，瘦的是姐姐。真的，现在看头发啊，前面有刘海的是那个妹妹啊，没有刘海的是姐姐。对啊，你我这个为什么很多人说你干嘛要去剪前面呢？拍谁？紫米不要指这个小傻可爱，波边都被嘎傻了呢。是，也非常感谢大家在我们的线上留言，而且看到很多很多的朋友们都在称赞宝贝姐妹，还有就是给我们很多的鼓励，然后非常非常的感谢。哇，这个朋友很好，一共哦，你也杀进去。 宝贝姐妹，别的dress very pretty。又讲哈，不是人pretty，是啥水呢？哈哈哈哈哈！真是，哇，还拢听话呢！哎，你是应该欢喜还是不应该欢喜？欢喜，欢喜啦！大家的这个评语呢，是给我们大家更多的这个鼓励跟进步。来，掌声没有听到没有关系，可是您的这个线上的数字跟支持都感受到了哈。